你抢了吧！哎呀，疼这个心呀！小胡分粮究竟谁的主意？为什么克扣士兵？是啊，说，说，这是谁的主意？谁的主意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哼，不吃了！到底谁的主意？说！ 主公，快出去看看，小胡分粮各占无不皆怨呐！皆言主公器重，主公，主公快想办法，不然士兵们恐要哗变。 我正想借汝一物，以压众心，汝千万不可吝惜。不可吝惜？不知主公欲借何物？我欲借汝头，以示众耳。 什么？主公，我实无罪，你怎能？我亦知汝无罪，但不杀汝，君必变意。汝死后，汝妻子我养之，汝勿虑也。主公。